小编起诉的用意是想要表达，小编，老罗特搜你该知道的关键字。民众党英文官网。说到用时方恨少，台湾教育从小到大都要学英文，却直到真正要用时，很多人半句话都吐不出来。失言大党民众党，除了 R 为主输出外，现在连官网都可以失言。两天前，驻台美籍自由撰稿记者赫尔在社群平台 X 发文，台湾民众党英文官网竟意外出现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政党使用过的类似竞选标语 Vote White, Vote Right。 他知道台湾政党可用颜色区分，但美国人看到的反应大概就像他的那张影emoji。小编起诉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上台湾没有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子的概念。有公文宣拿，有责小编扛，问就是小编的错。当时小编的英文老师已经哭晕在厕所，难道这种美国机关的失误主管都不用审核吗？民众党紧急下架该标语，表示会对英文内容做严格把关。然而网络上已经在大火烘烤，绿营正规军也急速加火。民众党不要再硬凹了哈，会让党出笑话就算了，我们不希望台湾出国际的笑话。做的本来就是要给讲英文的人看的嘛，好，那如果他讲国情不一样，他就不要做英文官网啊。英文官网闹出笑话，民众党立委赖香伶可能觉得这个笑话不够好笑，决定出来提油救火，深夜跑到网红百灵果的贴文下方 tag 美国前总统川普，并用英文写下：民进党侧翼说你不敢这么说，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赖香伶这个根本就是他的幕僚或小编失控嘛，在深夜三更半夜然后留这种非常不恰当的一个言论。 Take 川普这部分大概我们小编也有一点幽默，很多民间的高手都给我指正了，所以如果我们写的不是很妥适，我们在这里觉得说我们应该也可以做一点调整。小编老扛饱了，半夜11点多用老板账号跑到别人粉专底下留言，还一路编辑到12点多，果然是老母的员工比我还要热爱老板跟工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前瞻基础建设第三期，要靠国家强经济好来名留青史，最粗暴的方式就是搞大型建设。从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开始，政党轮替后，阿扁也推出5年5000亿新十大建设，以及老马的4年5000亿爱台12项建设。现任大小姐也不落人后，开出8年8800亿精美的前瞻基础建设支票。我们政府很有钱呢。我仿佛看到未来了。前瞻建设预计在2017到2025年间推动。上周审计部公布前瞻第三期特别预算审核报告，当中包含各县市的补助状况。第一名为高雄市1265亿元，第二名新北市927亿元，首都台北市则坐收第九名184亿，比云林县、嘉义县和屏东县还少。中央补助地方预算共5358亿，高雄市独拿近1/4。高雄发大财。台北市当然它这个统筹分配款最多，一般分配款最多，相关的前瞻建设的经费当然就没有我们桃园跟新北市来的多。如果像这个民进党政府说的啊，这是为了前瞻计划是为了平衡城乡发展，请问一下高雄可以称之为乡吗？高雄乡不乡我不知道，但这批预算真的好乡。2023年普通与一般统筹款加总，台北市比高雄市多分到100亿。现在中央的前瞻预算只是多给高雄1000多亿，大家都有多拿的时候，不要再靠北公不公平了。希望中央在补助款都能够公平合理，同时也能多体恤地方政府。花林爸爸了。前瞻不止让高雄好，还让高雄吃到饱。游淑慧指出，高雄前镇渔港原本申请3000万元改建，但有一种不够，叫苏贞昌觉得不够。苏前行政院长认为要一次性规划，发挥五倍券的精神，把钱放大，3000万加码270倍，最后核定经费为81亿元，比原本的3000万多了80.7亿。要好刺激，把鱼市场弄好，那是对我们未来的蟹鱼的竞争力，对我们鱼产品的卫生的竞争力的一个提升，并没有偏重哪一个特定的县市。任何公共议题的讨论呢，都应该要根据事实，不可以信口开河。审计部不知道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还是诚实豆沙包，不但没有把政府吹起来，通篇报告竟指责中央前瞻计划第一、二期仍有计划未完工，第三期更是超过60%未完成，执行力仍待加强。还有近年政府不断举债来支应多项特别预算，导致
债务不断累增，截至2022年底，中央债务未偿余额已达新台币5.6兆。但是各位不用担心，有人说过不会债留子孙的。很多人会问这样的，他说：“哎，你会不会债留子孙？”我跟大家说，蔡英文没有债留子孙。世界锦标运动会。昨晚是大运，中华男篮以97-84成功扳倒地主队中国开湖，将有机会缔造队史最佳成绩。而现正热映中的国际运动赛事可不只有成都市大运，第20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7月28日在加拿大温尼伯市登场，超过200多国的警察消防员参与，透过运动及训练互相交流，台湾首日就勇夺3金4银的佳绩。那当然更感谢的是今天到场的各位长官以及我的队友来帮我加油，消弭了我不少第一天出赛的紧张感，让我真的是蛮开心很给力。那希望带着这两面金牌可以为各位队友们加油打气，然后屡创佳绩。出国争光的运动员都希望能获得国家的支持，却有人还没出赛就先被自家人搞心态。3天前，一位参赛消防员爆料，团队自费请假参加运动会，还涉及带有国旗及台湾字样的团服。开幕式当天准时抵达现场，多国代表也与国旗合照表示支持。然而，警政署官员出现后，却要求他们收掉国旗。所以你们是哪个单位？嗯，我们是台湾，台湾市政府消防局啊。对，对啊，我们代表。对啊，对，所以你，然后这个是中华民国，这个是中华民国，这个是中华民国，奥运会模式，我们自费自驾，我们自费自驾。你的身份证写什么？你是内政部哪个谁？内政部来讲，我们是奥运模式。好，奥运模式，好。爆料的消防员表示，还有官员出手拍掉他正在录影的手机，威胁他们会被禁赛。最后双方闹得不欢而散。事后有官员更放话，希望这件事不要传回国内。直接拍我们的手臂上面的国旗，然后表情不太好，和善的说：“这样子不适合。”就连中国都不在的场合，连官方都默许的场合，都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很悲哀啊。基层警消努力为国出征，高层长官负责专业扯后腿，中国队都没出现的场合，意见最多的竟是自己人。对此，警政署火速声明，我国代表团事前向主办单位说明，代表团名称为中华台北，双方承诺遵照奥会模式，开幕现场并无被矮化情形，善意提醒自费成员却不予理会，会避免违反规定遭取消资格，请代表团妥善处理。是我们跟加拿大的主办方事前的一个协调的一个默契，那我们是会参赛的消防同仁可能不了解这个过程，所以跟消防同仁的智慧选手来继续沟通。人家自费出国比赛，国旗跟团服都准备好了，不能出事你要先讲业。当晚内政部长林佑昌隔空力挺当事消防员，只是代表团不用有所顾虑，把国旗拿出来，台湾加油，台湾 number one， 台湾 number one。当时消防员再次颇文反击警政署，官方表示允许使用任何旗子，连普通网友询问都能得到答案，官方没有矮化他们，但警政署有善意提醒，相信各位乡民都感受到了。为什么呢？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